紧急扶助医疗救护服务，黄大仙去慈云山道沙田坳村。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是我工作的座右铭。我哋做救护嘅最主要嘅职责就系帮助有需要嘅市民安全咁样将佢送到医院。好多时候我都唔介意再做多啲，只要能够有效减低市民感染嘅风险，救护车嘅冷气熄晒都冇问题嘅。我哋每流一滴汗都流得有意义。身为一个救护员。我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我为我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